卓文萱、黄志伟、林俊逸今日为赛标缠彩排。由于剧中黄志伟饰演的关羽拿的关刀实在太重，还在彩排时不小心一刀敲到了卓文萱，我差点没把他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弄关刀嘛，然后因为关刀的它的横面大概有快20公分，然后举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是打到他的手，一打到他当场已经就趴在地下，连话都讲不出来，当场哭泣。对啊。就哭了，而这次邀请到国民歌手周华健作曲，大家便开始模仿起周华健的歌声，相当逗趣。都是华健哥的，也该给他一些东西了。对、啊，谢师兄，可以给他。对对对对对，好来。那个镜头要浪一点啊、哦。好。有吗？谁会开始？这是我啊，应该是最会模仿。好，俊逸先。若有一个人，若有一个人。若有一个人，若有一个人，若有一个人，我们这样唱就好吗？若有一个人，好难哦，听懂。哎，写歌的是周华健，不是蔡秋凤哎。下一位。若有一个人，你明明在后面就不是这样唱，来这套。若有一个人。谢谢华健哥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